抱歉，您找谁呀？我谁都不找，我来上班。对不起，那不能让您进去，您这身衣服不行啊。我这衣服怎么不行啊？这啊，现在呢，我们这个叫北方联合机械集团，不是以前老北方厂了。照你这么说，这老北方厂我就不能进去了？啊，那倒不是，我们宋总说了。 回头还会组织你们老北方厂这些工人大哥到我们厂里边参观，只不过现在我刚刚投产，属于是试营运阶段，这个不对外开放啊！现在您稍等一下啊。这帮人都是干什么的？这都是那个员工，这不刚从生活区拉过来上班吗？是不是？车接车送啊？那当然了。 你们现在就这部门谁是头？李东啊，李主管。李东，就那李东，都当了你们这儿的主管了。啊，你这样，你叫他来，你就说四车间的向前进叫他，叫他跑步向我报告。小子当初学技术，麻麻都不是，特别笨，就因为这个才到保卫科去。你叫他过来，来晚了我踹他。 快叫啊！啊，稍等，李主管，大门口有人找你啊，他让你跑步，让他跑步，跑步。陈进，哎呦，我可是等你老半天了，相公，李东，混得不错呀，啊，都当上主管。 嗨，这家大西服、大领带、大皮鞋，还配着个对讲机。陈进，你能不能不这么埋汰我？甭管我是谁，你都是我师傅。啊，我记住了，啊，这是咱们新到镇的相官。啊，相官。啊，这是一次啊。哎，陈进，走，我带你去车间逛逛。还能进去？小子不让我进。 我刚，我不，哎，留守这么多年啊，总算熬出头了。这机器啊，全都是现在国际上最先进的，纯净的啊。哦，这厂房真带劲。哎，大家伙儿都把自己手里活先停一下，过来一下啊。那边呢，赶快都停下，赶快过来。 来，我给大家介绍一下，这位是咱们老厂四车间的车间主任，是车工行当里的最高级别高级技工向前进同志。来，大家鼓掌啊！热烈欢迎。前进同志到咱们车间呢，主要是做这个技术顾问，帮着咱们呢监督把关咱们的产品质量。人家是可是帮咱们来攻关来了啊！这掌声赶快热烈的，叽叽呱叽呱叽。 是这样啊，大家都各忙各的啊，都各忙各的，各忙各的。好，干嘛？行啊，你也先忙。行，有什么事找我啊。这谁的这个床位有问题啊？啊，那个不，这个啊，那个也不知道是哪儿出的问题，啊，他就是。 查不出来呀，这个出来的这个零件吧，就差这么多，就差一点。哦，那是你技术有问题呀，是不是给刀进刀磨刀的角度有啥问题？啊，顾问，咱这没有给刀也没有进刀，它就是数控数据。哦，那就是说跟你没什么关系呗？有关系啊。 跟我有关系，跟你有啥关系？啊，我这个就光摁一下这个电钮，完它就自动启动了。哦，那别人摁呢？别人也一样。活有问题吗？啊，零件也是差这一点。哦，那你先启动一下，我看看。哎，快带门呢？啊，是防水的。 Thank you.
田金，哎，这吃上了。嗯，哎，咱这菜怎么样？嗯，相当不错的。哎呀，现在的年轻人多幸福啊，哪像我们那会儿，每天早上起来吃完饭以后，再把米淘了，放在饭盒里，拿到锅炉房去蒸。哎呀，你再看现在啊，自助餐，哎，而且是琳琅满目，想吃什么有什么。你瞧，这色香味儿，荤素搭配，啊。营养齐全呢，别杠杆了。咱们现在的生活不就跟你的名字一样吗？前进了呗。这何止是前进，这是大踏步的前进。敞开吃，那边还有喝的啊。嗯，好。好了，咱们安全到家了，你回吧。谢谢你啊，崔教授。不用，我走了。看你这衣服，这拉锁唰唰的，看这拉锁，你听这声，这声非常悦耳。你再看，你再看这嫩扣，你听这声啊，注意听这声。你看，您这扣非常密贴，声特别好听，而且还结实。哎呀，总而言之吧，变化太大了，那厂子完全都变样了。那不就是衣服变了吗？整得跟装空调的似的。你这叫羡慕嫉妒恨。哥，真不用自己带饭盒了？对啊。不用带了，不用带饭盒了，净惦记吃的。问问你，都啥菜，哥？他不惦记吃，我告诉你，七八十种吧，反正也就。怎么说呢？你想吃啥就吃啥，哎，想吃几遍你就吃几遍，只要你有这肚量，是这个情况啊。适合胖子。那个水开了啊，我知道，让他开一会儿。他现在心情和我现在心情是一样，如此的沸腾。行了，我们现在不说饭菜了，我们先说说这厂子的这个车床。一水的数控车床，不像我们那会儿用那玩意儿，全凭手感。现在全都不用了，只要你把程序啪往里一输，你说你想车一个0.6毫米的一个件零件啊，夸你一摁电钮，轰，全是0.6毫米。那家就跟母鸡下蛋一样，而且还不是一只母鸡，那家满车间的母鸡咯嘎乱叫，哗哗下蛋。那你说这是养鸡场吗？不聊了。我妈呢？啊？哎！行了，别过去了，我知道了，在黑子家呢。这家问一句话，差点整过去。开江湖大会呢？啊？是吗？对。这按胖子说，那个有道是什么样情况？山雨欲来风满楼，啊，黑云压城，城欲摧呀。描绘的还挺贴切。那我再给你来一个，有道是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，咱对付他有办法。哎呦，婶儿，哎婶儿，哎呦天，我呀，啊，不是，我们这都怪。你回来，哎，送快递，妈。向建军，哎，你别想背着我签协议，我把那房产本啊都收好了，藏好了，你有本事你找啊。妈，有道是那房产本好像写的是我的名，你的名？嗯，你啥意思？不是，那你给藏起来好那么的吗？你是不是我女婿啊？是。那我是你丈母娘，我说话你听不听啊？那我必须得听啊，你的话那就如同圣旨一样。但是我仔细一想，咱都得听组织的。在这件事上，我就是你的组织。妈，不聊了。谢谢啊。给我干灭火。
哎呦我天！